我只是徛伫一个殡仪馆里，遮立场咧处理代志。遐护理师上重要代志是甲病人照顾好。若是规工听讲因阿话，造成同事之间的误会是无欢喜，安尼病医免来经营了会好。即摆是安怎？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看我落座，直接开我开刀。你不要那想随在理，我无唔忙你当理解我。要不过咱两个若是当互相尊重，我一定就配合你啊。我才真正配合你，我受气你过，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我真无简单，才想要重新来过，但有你一句话，我人生都毁掉去啊！你敢知？信宏跟瑞德是祖上最会传来好兄弟，好朋友。嘛因为嘛，阿信宏当作家己后生，我才会对你立吞论。嫌过你可能无够了解我，我好爱家，无遮尔好欺负。行你的啦！我这个人未主动了代志，嫌过嘛无咧惊代志。这是怎？你警告我是吗？我是伫提醒你，你的人生当重新来过，就唔通阁继续做歹代志。你应该改过自新，做一个好人，安尼比较有意义。做啥子？无代志啊，先过来整理一下。不就奇怪吼，内底应该伤垃圾啊。哪会啦？只讲这女人战争啊，一点十万女王获胜了掉。我爱上班，搁爱打仗，我真正足忝的。有什么赶紧去咱的家庭旅游？只讲哦，恁朋友代志上班真好着。这比女人战争搁较恐怖的代志啊，给传两遍，好像习惯，做出去倒。过一暗暝，哪有这严重啊？我嘛希望是安尼啊，也不过咱啊，上好心理准备啊。人讲哦，见面三分情，我感觉哦，较常见面，互相加了解，感情自然就会好啊。有几位大人啊，我去度假村了哦，各自解散，自由活动啊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咱都简单嘞，咱家己生家己啊。安尼上好啊。会加两人世界。我蛮喜欢吃安尼。